首先呢，邀请台北的好朋友林建良林大哥，还有夏日百合，哎，百合姐姐，是来爱情喊喜配，哎，好听的歌曲婆虾吹啦，谢谢大家，好，大家好，欢迎尖叫三五人，谢谢，耶，爱情喜配啊。太心啊太塞，看到你我就完全的袂讲话，只顾头咧咧。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，讲我为你开心啊你一次。掌声鼓励一下哦！哇 ，ending pose 哦，掌声鼓励哦！这是咱台北的好朋友，对呀，这两个建良大哥还有百合有准备而来哦，哈，哎呀，不错，哎呦，哇哇哇哇，这娃娃水呢，哎呀，豹纹的亮晶晶哦，是哎，我头一次看这娃娃哦，这娃娃去对阿妹哈，好漂亮哦，朋友提供的啦，啊，真的，哪个朋友？哪个朋友这么好啊？哪一个朋友？好朋友在哪里？有来现场吗？哎，没有哎，没有啊。哦，那有没有在电视前面？昨天试戴过，今天特地戴。真的哦，这个帽子好看哎，小静一定很喜欢。很酷哎，对呀，又有豹纹，然后又金色的，对呀。哎，不错不错。你这位朋友哦，这顶帽未歹呢，还未歹哈。嘿，对。你讲像不像吗？是啊。这顶帽啊，文祥哥戴起来应该也不错。这个前面怎么有这个扣扣扣？这个。这个是那个虎头的门，啊，那个门靠一条，靠靠靠靠，哦，好特别哦，大人哪冤枉啊，没冤枉的，都还大哥请我，我欢喜也厉害嘞，对不？或者向前走，向后走，还向那边走，哎呀，哦，好棒哦，哈，后来希望讲哦，阿姑有时间过来唱一下，好不好？再过来热闹一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赞啊赞啊，哈，哎，然后。